会是特派小记者，带你探班学员宿舍。603三大顶流，你在这个宿舍幸福吗？幸福。真的吗？嗯。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在有两位哥哥照顾我。哦，其他几位走的就不是哥哥了是吧？你说现在吗？嗯，好的。哎呀，是在狗未来。求生欲蛮厉害。哥哥们平时是怎么照顾你的？他们带的。洗衣服拖地都是我干。哦，这个地要拖吗？再给我说一遍，这个地毯要拖吗？啊，在这里就是不用收拾，有根哥帮我收拾房间，然后不用自己买护肤品，因为有博远哥的护肤品。晚上睡觉有人打呼噜吗？有，我跟你们说，他们两个都会打，就没有你也打，这个都不知道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不得不说，我以为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打呼噜，可能是因为太累了。打的我跟你说就轰天雷吗？就是先是慢慢的就酝酿那个情绪，就开始了。啊、这边也一样，就是两个声音交错在一起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睡觉。但是有混声吗？就有那个混声的感觉了。其实我们睡觉都在练习混声。对的。我的妈，真的是就哎，你不懂，就是有气息要这样，就是要掌控好，不要浪费睡觉。不然我们唱跳怎么会这么稳？对的，24小时都在练习。